我们全场倒数三秒，请两位揭秘并转身。三、二、一，他们就是陈汉典。Yeah!很多表情的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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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因为我觉得有这么坚强的对手才能够激发我的那种潜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然后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队友仙宁跟赛伦斯，谢谢你们，我觉得跟你们练舞真的是非常开心，他们两个真的都非常非常认真。然后我也要特别谢谢我的舞团227 Crew。 Yes!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，我陈汉典是一个很喜欢跳舞的人，我会继续坚持把舞跳好，谢谢大家，请大家记得我，我是陈汉典。我要负责任的说，你真的是我们的宝藏男孩，和我们想象中的那个他实在是太不一样了，所以我们一定会记得陈汉典是一个非常会跳舞专业的舞者，谢谢舞者陈汉典，谢谢，谢谢大家 ，Thank you。还有我们的刘仙宁，终于见面了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印堂少女303的刘仙宁，首先。来这个节目我觉得就是我的荣幸了，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唱跳歌手来说，舞台真的是太珍贵了，而且我来这个舞台我觉得输赢并不是很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把好的作品留在了这个舞台上，我觉得就是最珍贵的。没错，其实就是那一句话嘛，对，比赛第一，友谊第二。啊，不不不不不，这个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继续。对，而且其实我特别特别感谢的，真的是我的舞蹈老师左左老师，还有舞团老师们。其实我真的很舍不得他们的。我们都能感受到，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结束的只是人间精灵，但是刘仙宁的舞台还没有结束。Yeah!我会继续加油的，希望以后有更多的舞台，然后能够展现给大家。谢谢。